豆角土豆像我这样做老好吃了，做法简单又下饭。首先切好的豆角土豆下锅，煎至熟透，姜蒜干辣椒爆香，倒入豆角土豆，放两勺生抽，一勺蚝油，盐和鸡精调味，最后淋上水淀粉勾芡，大火收汁即可。这样做的豆角土豆三碗米饭不够吃。